切，喂。睡得好香啊，肚子变得也好饿呀，要不要找点吃的吧？这边也没有，只有两颗鸡蛋，怎么办？都没有吃的。是披萨外卖耶，我可以叫披萨外卖了，披萨披萨。街坊朋友们，赶紧来了解一下我的冰淇淋店。我们这个冰淇淋店离百年传统就差99年而已，快来快来，来来来，了解一下。哎，啊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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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一下，不要错过，不要错过。哎，我的妈呀，怎么一个人都没有？这生意太不好做了吧？今天，哎，外卖电话打进来了，这是我前两天刚买的手机，超贵的啊。喂，你好。你好，请问是披萨店吗？这里是冰淇淋店，不好意思，没有披萨。那你们不能做披萨吗？没有披萨。哎呀，找这冰淇淋店找什么披萨？生意都不好还找披萨，真气人。再打一次吧。外卖电话又打进来了，超贵的手机。喂。喂，你好。请问是披萨店吗？我们这里不是披萨店，我们这里是冰淇淋店，冰淇淋店。哎呀，你真的不能做披萨吗？没有披萨，披萨，披萨，披萨。可以做，有披萨。哎，啊，真的吗？真的吗？我要一个十斤披萨。好，您稍等。哦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明明是冰淇淋店，怎么变成披萨店？有了，换掉这些。嘿，现在我要开始做披萨喽，开始。首先将我们的饼拼起来，我们的番茄酱，好吃，可以了，芝士片，芝士片，赞赞，赞赞，最重要现在要放的就是青菜跟肉了，火腿，青菜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香菇片，喂，橄榄。等等，来喽！开火，等一下就 OK。好了，哇，香喷喷、热气腾腾的披萨出炉啦！嘿，先把它切开。好香的披萨，最重要的是芝士粉。OK， 我的披萨完成 ，Go！ 送外卖了，哎呀，你车不稳啊！送外卖，让开让开让开！哇哇哇哇哇！哇哇哇哇好外卖外卖，快快快快！哇外卖了！哎呀，红灯啊，我赶时间，哈、啊，哎呀！OK， 喂！啊，前方失控！哈哈，我的天！啊，快点，快点，怎么办？这边，哇！我都点了那么久披萨了，为什么还不来呀？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冰冻，外卖到了！啊，好像披萨到了，耶！外卖到了，终于来了！你也太慢了，我还慢，你都不知道我路上经历了什么，累死我了！哎呀，我的妈！哎呀，那好吧，谢谢了，拜拜。好，吃吧，拜拜。拜拜。哦，太好了。
我就不客气喽。好好吃呀、啊！哇，这个火腿。钱，慢你！啊，不好意思，我忘了，多少钱呀？100块，快！这么小盘，100块，你也太坑了！哎呀，我就知道你这种人是贪小便宜的，这种人我见多了，所以我给您再送了1块来了。耶，太好了！啊，给钱，透明的100块啊！透明的钱，哇，太好了，透明的钱100块耶！拜拜。